要小心哦，不要甩前挂。其实这种椅子很好组装啊，拉一下，拉不动，不会呀、啊，对啊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你可以坐。有没有？你坐看看，坐看看，其实还蛮好坐的。对啊，很棒哎，有没有？很好坐，感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看里面装了哪些东西，食材。然后这个是青菜，然后月亮椅，然后这个是。包冷袋，你们看摆得很整齐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摆得很整齐？哦，很方便哦。四方形比较好用，哦，那种半圆形就不好用。全部都把它拿出来。这个是香菇饭。这个比较要煮比较久一点，对，来这边，然后问一下，然后再把它包进去，然后就有一个碗了，才放进去。啊，这火速真方便。在这边闻好香哦。菜先把它夹起来，因为那个煮的比较烂。它煮的比较烂。因为我们因为那个新冠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
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叫纳豆，纳豆，哎，对，纳豆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，在日本很多人喜欢吃拌饭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打开，酱油，好，倒一些就好，不要全倒，太咸，全倒会太咸。这个是它的调料，那个芥末，芥末我就会全放。好，放完之后，筷子拿起来，这样有没有？稍微撩一下，撩一下。好，看戏啊！好，开始转。大约转40圈。我下次来挑战那个，来挑战那个10碗纳豆配白饭，哈笑。有没有？你看它的那个有没有很浓？这个叫什么物质我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有没有？差不多，哎，像这样就可以吃了。我们现在要来做的就是啤酒虾。我们这个啤酒是什么牌子？金尼斯。这是黑啤酒吗？金尼斯黑啤。对，黑啤酒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全联买的白虾，哎，退冻的。